Dota 2 skins and play on the following game modes. They have Jackpot, Crash, Roulette, Trade Up, and Hilo. All of these game modes are ensured with a provably fair system to ensure all of the games you're playing on are fair.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checking out Gamnom.com, make sure to check out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大家好，大家如果对我的卡尔集锦和精华有兴趣的话，可以订阅以下小频道，那里会有卡尔的视频。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给大家比个心。最早的那时候，我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可能不知道。如果当时高峰的时候应该知道，后来全部破产倒闭了。也不是破产倒闭，反正全被黑了 ，ID 全被黑了。对吧？对面会玩，影魔会玩的。啊！操你妈的防御塔！这游戏玩出一个月，你没头发什么意思呀？太干了吗，凯凯？凯凯，你现在知道那个游戏怎么组队了吗？打完我们一起啊，完了，了无生趣哦，谢谢，吃过吃过。我的，我想把头让给你。没事，小问题，小问题。这就是经验啊！他继续给我拉距离，说不定还能反杀我。因为我冲不了多久的塔，他这么打，这经验不行。飞龙起脸了，飞龙起脸了，哎，飞龙起脸了。
可以吧，兄弟？对对。预备出战。冲呀，兄弟们，杀！耶！不要来帮了，那不用来帮，不用来帮，我知道他们想动了。不要动，撑不住，别撑。啊！操！操！还仅仅用不到。操你妈的！咱这斧头，跳刀是吧？跳刀是吧？跳！妈的，跳！操！喜欢跳。实在单调，预兆近在我眼前。这肯定想来打这个野猴吧？我觉得可以蹲一下，他就没视野了。装逼是吧？啊！动他，动他，动他！竟然都在笑。妈的，我死了！老逼偷了我一个隐身，你妈的！操，减速好厉害啊！老子没蓝了，你们打谁了？快跑哈哈哈哈啊兄弟快跑，这影魔无法无天了，快跑快跑，他要套啊啊，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蠢、啊、他不知道，傻逼啊啊，兄弟兄弟兄弟耶、yeah, 兄弟我再敢再敢再敢，靠你妈杀了我的兄弟，我忍不了啊，忍不了忍不了，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哎的呀！这把我想出不会，有一些出。操这个冰墙跑得快，快跑快跑，漏了，飞机来吧，飞机应该要打起来，不管刚没射吧，打刚没射没意思，是我的气
是在切我。啊，大大锤。啊，我知道，他不是在。给我打，给我打。别叫，别叫。别看了，还在看。还是没 DAB 的。打不了，打不了，打不过。猴子那个小牛不来，打不过。取自老风马，正在扬声去，显示真正。先走出来，走出来，走出来！你打不过猴子，你赶紧走，先走。我踢回来，吹风救你了，对吧？他没蓝了，这宅主没蓝了，这宅主没蓝了，他蓝被我吹风。过再打吧，他过再打，他过。退回来，退回来，退回来，回高地，回高地。在旁边。尽鸣人的魔咒，快准备接受其想象力。兰卡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想象力。想象力是什么东西？想象力就是思考、思索、想象。这一把你要打到后期怎么打？我这一把打到后期，我要。走走走走，别上兄弟，别上，这么脱节
别在外面打了吧，你们打他们团战反正不是最爽的。这猴子能秒好吧，他没出 BKB 就牛头把技能给他输出给他们就能秒啊。我对了，我就是说啊，谁直接打起了，我大飞地了，或者这个能买，我能买，让你先上去兄弟，别打气了，准备下坡，下坡流他，对对对，你们看到好像除了我都有一张，我的一仗也没什么特别好大的用处。SM 被我秒了 ，SM 满了。SM BKB 被我逼死了。我撞了他跳，你打得这么高兄弟，我觉得吧现在我们可以打中你了，我开 BKB 原因没有人切我，我为什么开 BKB？太打太打，六着打六着打，管不了你，被刚被猴子切了，他们更加。敲死了，敲死了，我们先走一下神牛，退过来退过来，Oh, no.
出师不利。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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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追得太紧。往后稍微撤一下，往后稍微撤一下。掩护撤退，都买了，不打，走。等我们买活好了，他再杀一波赢了，他们进了，走。高地，耶！卡尔人助力1-0。哦，爽！我操，爽！横扫千军。哈雷克之火葬火咒，这要打他也没凶。陨石千里攻击我，大杀特杀，逃脱。通知奥数有，快准备接受启示。三阳之眼，主宰比赛。汲取，给我，就这个刀。抢汲取哈拉克的天坠之火。干嘛，兄弟？不然，前期他没等级，他中不等级不可能的。力量来体验真正的。远古不刷了。御招近在我眼前。无神能挡。智者之喜。啊！无心三出烈火。哎呀，这个跳刀出的还是挺快的，刚用到冰灵钢三。荣辱精灵，演啊！被演刻的死死的，兄弟。好大一块肉！令人失望的魔法，快准备接真之奥！哦 ，shit！ 这他妈丢了一个，刚好卡住啊！此看，我天球法术。三玉无知大敌，倒背如流的咒火。牛逼牛逼牛逼！大斧勾他！闪击！替我来！完了！啊，那是！我就标记了。他满活的，能走就赚了，能走就走，快走！帮我狂跑啊，兄弟！对，快走！走赚了，能走几个走几个，没有标记了，快走！我们直播间大部分的队友都知道，酱油该买野的买野，对吧？你说你穷，你可以跟大哥商量，你说让个线给我，对吧？我没钱买野，大哥肯定愿意给你一辆车的。伟大奥数，抢袭飓风，汲取布鲁蒙特之舞，源远流长的冷枪，五种剑是真正主，及米瑞特之祖二，剑是真正御法，倒背寒冰之枪，喜欢救人是吧？喜欢舍身取义是吧？
哦，快准备接受骑士的世界，我都够的。实在单调。就是你大哥可以决定去打哪一路，那你战友不能决定去打本营啊。汲取元素的精髓，我的梦想。这是最大的区别。当你大哥能决定去哪一路打架的时候，你的战友只能被动的去跟你大哥决斗。汲取元素的精髓，见识真。姐姐收信了，你这不开物，你被标记了，怎么开啊？昏挂了，不匹三，本多利，一准灭火，灭火，真。你等一下，上，我们开物直接去上吧。你中了抛弃了怎么开？上了，开，来等你吧。元素之光，名人的国。杀天路。敌方上弹，我不死。瑞特之宝啊！没狼，没狼，还有大招没狼。来自唯一。法动，别动赏金，不可能先抽赏金的。大军哥，山姆差点惊醒。如果我的死能帮他重得王位，那就值得我去牺牲一切。是了，我上之前我得看那个人有没有狼，对吧？如刀。铭记于心，真知为国之小，苍白之潮，行动不会怀念我。无知，坚定。这你侧半卡你也不亏的呀，你侧半卡你会有个牌子，牌子等级高一点，那侧后有点福利的。烈焰刚刚全力加固。哦，好爽呀，兄弟们！我操！哎呦，太爽了吧，这也！我操！那吃饼干一样。好。